这个鹿王是谁呢？就是后来的释迦牟尼。所以释迦牟尼也做过畜生，也下过地狱啊。所以我们做过畜生，下过地狱，没什么了不起的啊。于是这个五大臣呢，就跑到鹿野园去修行。后来他们修行的时候，看着释迦牟尼进来了，他们就偷偷说，他大概一个人太寂寞了，他来找我们了，我们不要理他啊，都假装看不见他，不理他。但是还是眯着眼看了，这个人怎么变了，这种相貌不得了啊，比从前还漂亮了，觉得好奇怪。于是不知不觉就站起来了。释迦牟尼说，你们刚才不是商量不理我吗？为什么突然间看到我就站起来了？他说，我们是本来想到你是寂寞来找我们，但是我们看你这个整个的相貌不同了。所以释迦牟尼有32相80种好，从头发一直到脚底板啊，没有一个地方不美，没一个地方不好。就所以这个人佛像，这个佛像啊，这种庄严，他们奇怪怎么会他知道我们商量的事情呢？释迦牟尼说，我已经成佛了。大家不要把这佛跟这个魔搁在一起啊，佛者觉也，就是觉悟，佛就是觉悟的意思。觉悟的人叫 Buddha， Buddha 就是觉悟者。所以许多的外头的人批评我们佛教，说佛教是多神教，这是个最落伍的宗教。因为人的宗教呢，是先从拜物啊，拜天地，拜动植物。所以我们从前古时候有图腾啊，现在的野蛮民族还有图腾，就是拜蛇了，拜马了，拜牛了，拜羊了，这些东西。那么等到这一完了以后，就多神教，多神教呢进步到一神教。所以其他的教宗教都认为自己的宗教是最高明的，因为是一神教，这是进化进步的宗教。而佛教呢是很落伍的宗教，多神教这么多菩萨，其实错了。释迦牟尼，众生皆有佛性，人人都可以成佛，你成了佛你就是觉者。所以佛是佛陀的简称。这个佛陀从前的中原音念什么？ Buddha， 跟现在的梵音完全相同。我们知道我们现在所谓说的国语是已经进步改良又改良很多，真正古时的音呢是在客家话、闽南话、福州话、广州话里头去找，可以找到中原古音。我们从前都是怎么样，在原来的中原就在黄河流域，外族一侵略，于是我们就南起，所谓南迁呢，于是再一弄又南迁，于是我们就一批一批的走，一批一批的走，所以常常海外保留中国古老的文化最多，语言也是。所以 Buddha 我们叫它叫佛陀，原来的佛陀说这两个音是直接从梵音译过来的，但是我们后来佛这个字呢就念成佛教，我们把佛陀这一个呢我们就变成简称为佛。实在这个佛不是泥塑的、木雕的、金铸的那个佛，而这个佛代表的是觉者。于是释迦牟尼佛到了鹿野园，就是开始给这个五大臣来初转法轮，也可以说三转法轮。我们下一次呢就来讲讲鹿野园里头的四圣谛。谢谢各位。上一次讲到鹿野园，释迦牟尼悟道以后，他想起他头一个应该度的就是追随他好多年的这个五大臣，所以他就到鹿野园去了。这个五大臣呢看到释迦牟尼来了，他说他大概很寂寞啊，所以他来找我们了，我们别理他，看他怎么解释这个离开大雪山以后这些行动啊啊。那么就眯着眼看他，结果当释迦牟尼越走越近，他们五个人全都站起来了。释迦牟尼说，你们不是在商量不要理我吗？为什么你们突然站起来了？
他们说悉达多啊，你的这个气质容貌完全跟从前不同了。他说你不要再叫我悉达多，悉达多是太子的名字，他说你们应该叫我释迦摩尼了。释迦的意思是能人，我们知道有很多庙叫能人寺，就是这么来的。那么摩尼呢是寂静，寂啊，寂寞的那个寂，静是安静的静。那么这寂静呢是代表本体，这本体啊从来不来不去，不生不灭，不动不摇，但是呢它能起作用，它起的作用呢就是能人。能人呢换一句话说，这就是无缘大慈，同体大悲。于是释迦牟尼就开始来转法轮，这是初转法轮。为什么用轮子来代替说法呢？我们都说法轮常转，因为轮子它是可以碾碎一切不平的，碾碎一切邪恶的，同时呢轮子永远转。那么这个轮子永远转它怎么个转法，你找不出它哪个是起点哪个是终点。平等平等，在这一个圆的里头，你不论在哪一个说，它跟这个中心的距离都是相同的。所以释迦牟尼就开始给他们说法。这一个呢一共是四样四谛啊，四个主要的东西，这也可以说是佛法中间最根本的教义。这个四谛呢就是苦集灭道。这个四谛呢因为是最根本的，所以叫四一谛，你们看到也是说它，说四圣谛也是说它，那么简称四谛也是说它。所以释迦牟尼是对这一般人还不懂得佛法的，刚刚就是想要知道佛法是什么的，就先说这个，这是最浅的，但是这也是佛教里的最根本的。他先说苦，他说呀人呢、啊、所有受的都是苦的，人生啊我们这一个世界娑婆世界根本是苦的一个世界。这个世界呢苦的呢，我们有身上的苦，身的苦啊，身的苦呢就是说我们有老有病有死，那么还有心的苦，我们不停的贪嗔痴，还有死后的苦，尤其是我们假设相信死后有轮回的话，特别释迦牟尼说我们得人身啊，他抓了一把土，我们得人身如掌中土，但是我们在下三道轮回啊如大地尘，所以我们得人身很难得呀，非常难，不知道在这个地狱恶鬼畜生转了多久才得到，勉强得这么一个人身。那么我们心里的苦呢，我们不停的整天的想着，哎呀我要这个，我希望这样。所以苦怎么来的？苦是凡是人为的想，心里想的跟你做出来的所招致的一些烦恼。那么这是说这个是现生的苦，心里的苦跟死后的苦。那么释迦牟尼说这苦之多呀，多到无以复加。那么我们把它归纳起来呢，最要紧的有八种苦，一个是生，一个老，一个病，一个死。这四种苦呢是自然的，只要我们生下来就有这苦。我们在座的有做过母亲的，我们都知道只要生过孩子啊，这个生产的痛苦啊是不是先生们或者是没有生过孩子们所能知道的啊，那真是普通俗话说跟阎王就隔了一层纸啊，尤其是从前啊那种阵痛起来那种痛苦。所以女人后来再有什么痛苦女人都不大说了，因为跟那个比起来实在太差太远了。那么男人一伤风咳嗽一头痛就不得了了，
女人都胆都不大声张的啊，因为这太不算回事了。我们母亲的痛苦知道，所以现在实行父亲跟着母亲入产房，结果这个妈妈还没有大声叫啊，爸爸已经晕倒了。你说我看太可怕了啊！这生孩子原来是这么说，就是说人生人吓死人，真是可以吓死人的。那么我们只看到了母亲痛苦，可惜呢，我们出娘胎的时候我们都已经不记得了。孩子也很苦哎，这生的苦不只是母亲，孩子也有。你想想，孩子在娘胎里头，羊水把它围在那儿，暖暖的啊，黑黑的，很舒服的。现在一招让它出来，你这经过产门。所以我们常常说啊，这修行的人，修行的人你要能够完全不糊涂，入胎不昧，住胎不昧，出胎不昧。你能够入胎不昧，好比真正大修行的人，我要入谁的胎我就入谁的胎，住胎的时候呢他也不糊涂，但是你出胎的时候经过那产门呢，给你那么一压一扎，很少不糊涂的。那么当你出胎了以后，你看离开暖暖的那个水，凉水，结果它进到什么呢？进到一个冷极了的一个空气里头，而且它大灯光照着，从黑暗中间呢到那么大光亮的地方，所以孩子只要头一下哭出来就大哭一场。这个大哭呢，我们真正有能够有宿命通啊，我们可以回想当年的话，这个生，我们生出来的苦不比母亲差。所以佛说生的苦，苦得不得了。那么跟着就是老，年轻人绝不会想到老这件事情，觉得老离我还远呢，这个事儿以后慢慢再谈。我们年轻的时候为了自己成家立业，没有什么钱啊，自己正在打拼的时候，你那时候精力非常饱满，想要玩没时间没钱，想要吃没钱，那么就想等我老了以后我要好好享受享受。好了，等你真正慢慢钱也有点储蓄了，孩子也都长大了，你老了你想要享受了，结果怎么样？是苍苍是茫茫而发苍苍，走也走不动了，什么也都不成了，这时候吃也吃的没有什么兴趣了，玩是更不能玩了。而且老来以后，这种老的经验只有真正你自己到老了以后你才知道啊，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你这根本不成，你这周身都是毛病都出来了。所以我们年轻的时候啊，你都想啊，只要我喜欢为什么不可以啊，我们不要让青春留白。好了，凡是你年轻做的事，你到老了以后是负无力，阎王债啊来还。于是这时候都来讨债的都来了，你身体里的器官一切方面都来讨债了。所以老的苦，等我们知道了老的苦以后，已经老了，你也回不来了。所以在座的诸位年轻人啊，就是说好好的珍惜这个年轻，我只能跟你们说年轻真好。因为我老了，我知道年轻有多好，所以我一直劝年轻人好好的珍惜时间、精力、身体、行为各方面好好的珍惜，不要到老来还这个债。其次是病，我们这个人啊，四大假合之身，地水火风，这一个东西我们真正有吃五谷杂粮，哪有人不生病的，没有不生病的。而这些东西在里面呢，你这个好比说像江淑慧大夫啊，他明天晚上他要来在这儿讲演的，他昨天讲的时候他就是一个说里头这个五脏啊跟这个金木水火土配起来，
那么你这些东西呢，这个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这个东西是五脏里头就互相的克，虽然也互相的生，只要有一个不调和，百病重生。所以这四大不调和，就四百病都有，而且这病是越来越奇怪。我们从前没听过艾滋病，是不是？现在什么又狂牛症也出来了，这个病是简直每一天都千奇百怪。随着我们的科学进步，病名新出来。这个病呢，稍微一不谨慎，好比说这洛杉矶啊，在这儿，我们白天的温度跟晚上的温度差好远好远。在这时候，我们这个书院里头的院务人员今天就病倒了三个。那么，所以病人人难免，死更不用说了。人生皆有死，在死的前面呢，人人平等，没一个人逃得了的。你就是说跟彭祖一样活八百岁，他八百岁以后他还是得死，而死的时候的痛苦呢，我们假如说啊，从前我们骂人家 drop dead， 这是骂人很损的事儿。现在希望能够 drop dead， 因为你尤其是 cancer 啊，这缠绵病榻，我多少朋友当他们在 cancer 死的时候，那个苦痛人都不成形了，到最后，那么更不用说真正就是寿终正寝的死。我们这个身体色方面呢，就是说色受想行识这五蕴里头，色是代表物质，这一个物质里头呢，就是说包括地水火风，所以我们常说四大皆空，许多人说东南西北都空，错了，就是地水火风全都是空的。人生有多长，生命有多长，一呼一吸之间，一口气不来就死了。我们多少朋友转一头啊，还前两天还在通电话呢，过几天他重病，过几天他死了，甚至有些人根本不告而别就死了。当我们死的时候，头一个是地大分离，全身筋骨痛得不得了，这就是说地大在那分开，然后呢地大分离以后跟着就水大分离，所以你开始大小便失禁，眼睛流眼泪，口里吐这个黄水，当你嘴里的这黄水吐出来的时候，这个人已经没救了。那么厉害的，假设你内脏坏得很厉害，所谓七窍流血，就是说他的东西就吐出来流出来，这是表示内脏已经全坏了。那么这个东西就水大分离，然后呢呼吸停止。你想我们憋一憋口气啊，我们憋个一分钟都受不了，就会死掉了。那么这个风大分离的时候呢，这就是呼吸，这个风气呼吸一口气憋住没有了，所以中国叫做倒气啊，就嗝一声就完了，然后呢慢慢慢的这个热气慢慢的走了。所以死的痛苦啊，很难说啊。假如说我们能够修到那一个地步，就是我跟诸位告别，我要走了，说完就走了，这个叫做坐脱力亡，这个是不能想象的。真正能修到这个的话，这是不能想象的神奇奥妙。这四样东西，生老病死，没有一个人躲得过，这是自然的苦。我们自然的苦我们已经躲不过了，我们还有许多人为的苦啊，爱别离，怨憎会，求不得，五阴之盛。我们越爱的人越分开的早，所以俗语有句话，恩爱夫妻不到头。所以夫妻们没事的时候打打闹闹，吵吵架，这是好现象啊，因为太恩爱了以后怎么样，夫妻不到，恩爱夫妻不到头的。所以诸位对于你们那个冤家啊，多原谅点，吵吵闹闹小事情。越是你爱的越分开的早，
越是你讨厌的不想见的，越憎愧，怨他，讨厌他，天天磕头碰脑都碰见他，真是不是冤家不对头。我们平常也是这样，好比说我们想要一个东西，你遍街找找不到，平常你满街走好像都他都在那儿，这就是怨憎会啊。我越讨厌的，你这个说可别跟他见面，哎，你待会儿就碰到他。然后呢，求不得。为什么求不得？因为我们对于我们所有的，我们永远不珍惜，我们永远不停地追求那个我们找不到的，所以我们不停地在那求，不停地觉得求不得。这样子的下来，这三样东西我们整天忙的，从小到老到死忙的就忙这几件事情：爱别离、怨憎会、求不得。然后呢，我们的身体五阴之盛，就刚才所说的这五阴，就是五蕴、色、受、想、行、识五样东西。这五样东西，色是身体的物质的，然后受想行识完全是心理的。我们的多少烦恼不是人家给我们的，是我们自己找来的。因此让我们衰老的，让我们生病的，说实在这一个凶手是谁呀？我们自己，完全是我们自己。所以这一个自己给我们找这么多麻烦，我们不停的啊想要这个想要那个，于是在受想行识这四样东西里头驱使着给我们很多的麻烦，给我们找了很多的烦恼。好比说现在这 cancer 啊，炎症这个东西，什么原因？不但没有治的，没法治，只是拖长而已，甚至于是为什么发生，没有人能敢做结论。但是有一个可以知道的，就是说cancer 之形成，除了我们这个饮食不当以外，还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心情郁结。越是不大说话的人，越是把什么事情都往心里埋的人，这种人很容易得这个毛病。那么这一样下来的话呢，我们知道受想行识这个影响到我们的色身，这个色身呢，然后给我们很多的警告，于是就生病了。所以真正的苦，前四个生老病死是自然的现象，我们没法控制，后头的这四个是我们可以自己控制，而我们不停地摧毁它。人假设说跟其他的动物比起来啊，就是按照哺乳的年龄来算的话，人应该活160岁，但是我们人能够长命百岁了，哎呦，就是很了不起了。那60岁哪里去了？我们把它给杀掉了。假如我们知道当我们生一生气的时候，我们的血都变蓝了，我们忧虑的时候，我们这个心里的淤结都使这血跟筋肉都非常的吃亏，都受伤。就是在这个或者是狂喜的时候，你这一种激动也是的。所以喜怒哀怨爱无欲这七情都使我们身体受很重的伤，于是就在这个七情激动的时候，我们把我们的寿命慢慢的慢慢的慢慢的减少。所以我们真正能够了解这个啊，知道这些的话，我们真正应该好好的爱护自己一下，不要没事的自己慢性的自杀。那么最要紧的就是不要发脾气，最要紧最要紧。发脾气不但你损人，你也害自己，这是最什么？他们这个医生检验，就当人发脾气时把他血抽出来，血里有毒，哎，这种毒素周游全身的时候，你想想给我们带多少毒素。但是不发脾气不是让你压下去，这越压下去你就会得 cancer 了，知道吧？但是也不让你发出来，因为这个脾气越发越出问题，是把它化掉，能够化掉这个怒气是最好的。所以这些苦，这八个苦，你不管是说刚才说的生苦啊、
死苦啊，这个死这个辛苦啊，还有死后的苦了，这一些东西堂不啷当说起来，就是因为我有了我，对不对？我把我这个我们自己以为很保护他，事实上我们并没怎么保护他。而我们所注意的呢，今天发了脾气，回去赶紧吃点白糖面，吃点人参，吃点一些东西补，来不及的，伤害已经伤害到了。所以最要紧的是你能够不发脾气，你不看得开，你看得开，你把这一些外来的刺激都不注意，不在乎。最要紧用什么方法？亡我。亡我的话呢，头一个亡身。所以老子道德经说，吾之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我若无身，何患之有？我们最大的灾患是什么？就有这个身体。我们以为我们自己很爱自己，我们很会保养自己，事实上不是。我们是把这个我执着得很厉害，而是整天的跟人斗气，整天的跟人争竞争，争的是什么东西？全都对实际没有好处的东西，浮名、虚誉，人家给我们一点点夸奖，我们高兴得不得了；人家批评我们一下，我们生气得不得了。我们所忧虑的是什么？过去的事情，对不对？回想，哦，某人某人对我怎么不好，某件事某件事，我要怎么样就会怎么样，然后呢再忧虑未来的。我们不但为我们活了七十八十，还为未来的人生在那儿打算，甚至于为我们的儿子，为我们的后代，为我们的孙子，你说这都是不必要的吗？但是我们永远放不下这个心去。所以假如说我把我看得清淡一点，淡一点，我在哪里，哪个是我，把这些东西都看淡一点，当我们两手一撒走的时候，现在所有的一切东西没有一样带着走。所以说万般将不去，唯有孽随身。当我们死的时候，万般东西名利权情都带不走，只有一样东西带走，你这一辈子的行为孽力随之走了。所以下辈子我们投胎，我们投胎是牛胎马腹，或者是在人间这个富贵，或者是我们真正能够升天，那么最好是去极乐世界。这些完全不是靠菩萨、靠佛或者靠神，完全在我们自己的手里，就看我们自己愿意往哪里走。所以这些苦哪里来的？我们积攒起来的，我们自己积攒起来的。我们用什么积攒呢？头一个就是贪，爱别离、怨憎会、求不得，三个东西全是贪，对不对？这个贪老是觉得我不够不够不够，天底下有一个人说我的钱太多了我不要了，没有啊，你就是那个亿万富翁，他还整天都在那要钱。我们太太小姐们衣服从来只要一到街上一看，这件衣服我没有，我真想要，从来没有够过。这一些东西都起念于什么呢？起念于贪。无论世间的名利权情这四样东西，没有一个人知足过，不停地追求，不停地追求。那么在我们不停地追求中间，我们怎么样呢？未得之患得之，人家有我没有，我想要得，整天忧虑的就怎么得到它。既得之患失之，你既然得到了以后，你又忧虑，忧虑什么？忧虑没有了。所以人的一生从小卑微起，就在那患得患失，患得患失，所以永远在忧患中，永远在思念思虑中，这样的话是很痛苦也很可怜的。而这些来了，整天一个主要东西就是贪。那么你贪得不到，别人有你发嗔念，你已经有了你又丢掉了，你也发嗔念，所以跟着就是嗔念。
在患得患失中间嗔念就起来了。当我们一嗔念一起，我们怎么样？我就气糊涂了。多少的罪恶在什么时候发生的？是在你大怒中间发生的，对不对？你在生气的时候，气得我什么都不顾了，于是我就是一切都不管了，豁出去了。在这种情形之下出问题，烦恼越来越多。那么还有你这个嗔一开始，于是你就当你贪的时候，你也已经不但气可以气糊涂，你贪的时候，我们常常说利令智昏，这是常常说的一句话。这个利害当前的时候，我们就糊涂了，只看到利，于是我们这个聪明头脑全没有了。所以因为贪，因为嗔，跟着第三个就是痴愚痴，而这三个呢又是循环的，连环的。因为你愚痴，于是你怎么样？你拼命的贪。因为你愚痴，不停的发脾气，于是你就更愚痴，更贪，更嗔。所以这三个连在一起，但是真正的根本是因为贪。为什么贪？因为我以为我是我生命中的最重要的事情，最重要的人，所以拼命的我要我要我要把这些东西都要求得。所以依次就是贪，这个贪嗔痴三个在佛家的管它叫三大毒，所有的罪恶都是从这儿起来的。而在这三大毒中间呢，主要是贪。而贪之所以有变得这么厉害，是因为我以为我不得了，我要给我最重要的东西，最好的，我在哪里？今天的我跟上一个礼拜的我已经不相同了，诸位上个礼拜来听我跟现在已经不同了，我们就是目前已经比刚才老了35分钟了。这时候我们在座的所有的人，不管年轻的、老的、少的啊，不管你什么，我们的身上的细胞，这以下的细胞已经死了很多，又新生了很多。是刚才这个35分钟前的是我是我呀，还是35分钟现在的是我？我们说不是了，我的意念、我的志气、我的心才是我。真的吗？我们看一本好书，听朋友一段好话，我把我的见解整个改了。是你改之前的是你呀，还是改之后是你呀？所以你心身不停地在那变，哪个是我？所以我们把这一点看透了以后，我们知道这一个我啊，将来好比说学佛慢慢慢慢的啊，我们能够讲到圆教顿教了以后，我们才知道，我们要知道什么是我的话，身内的真如还天外，有情无情共一体，这样处处皆通真法界。到这时候你上哪找我？这是华严的境界。这华严的境界是华丽庄严，然后你自己把自己这个小我才知道，这是一个暂时的我。你这时候真正能够做到的，你才知道原来我跟你们，我们大家在跟山河大地、天地日月牵一发而动全身，有这么密切的关系。所以你人不可能自私，你不可能损人利己，因为最后你也损了自己。所以能够把这一点了解了，把这一点知道的话，天底下的所有的道德都不必谈了。人人能够这样的话，没得可说了，那些道德都是这个鸡毛蒜皮的墨迹了，不值得谈了，肢解了。真正的本在你了解自己的这个我，这个我大得不得了，但是这个我不是这一个虚虚的这个小的我。于是我们知道我们的苦怎么来的呢？
是我们自己把它集出来的，积攒出来的。所以释迦牟尼说，苦是集之果，集是苦之因。头一个就是讲的因果，所以释迦牟尼初转法轮，转了就没有离开因果。于是释迦牟尼说，我们必须要把它灭了，把这个灭了以后呢，于是我们可以进入一个不生不灭的境界。这个不生不灭的境界我们叫它叫涅槃，但是这个涅槃是有余涅槃。但是释迦牟尼对于这个五大尘，就跟对我们这个一般凡夫似的，我们都执着的眼睛能够看到的，耳朵能够听到的，凡是我们五官包括我们的心，只要我们能想到的，在这个六合之内的东南西北上下，在这个中间之内的，我们能够抓到的就抓到。那么当我们了解了这个了以后，我们知道这一切原来都是假的，这一切都是虚幻不实的。等到我们死了的时候，跟大梦醒了一样，这些东西全没有了。我们梦中的荣华富贵，当我们梦醒了以后回头想想，哎呀，全都是一场空。我们现在都在做梦啊，我在说梦话，你们用耳朵在那听我说梦话。真正到死了那一刻刹那，原来这一切都是空的。但是呢，我们这个余习啊，孽习没有变，所以死了以后呢，我们还有一个贪的观念。这个贪的观念呢，你必须要在生前就能打破。所以你要灭除这一个东西，把这些烦恼都灭除的话，最要紧的行八正道。这个道呢，怎么叫正道呢？不邪的叫做正道，是你一个想要变成圣者所走的路，这个道路叫正道。一共有八个，头一个就是正见。这个正见呢，我们现在就是说，好比说你们要到这个文贤书院来，你们得有一个，先有一个正见，是不是？我今天想要到文贤书院去，我是要听这堂课。你有了正见了，你才来走路对着路嘛，才有取行动嘛。所以释迦牟尼说，你修行头一个就得有正的见解，正当的见解。正见就是正当见解，正当见解什么？就是知道苦集灭道。灭是道的果，道是灭的因，又是因果。所以你知道了这以后，你有了正见以后，于是你就可以正思维。你就要想想啊，我们孔子说，博学之，审问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你这个东西呢，思维就是在这个慎思明辨的中间，要用脑子想，不是妄想，哎，就是想这件事情。这件事情好比说，我为什么生气，我从哪里来的，我生从哪里来，我死向何处去，这种思维啊很了不起的，这不是妄想，哎，所谓妄想就叫攀缘想。攀缘想跟猴子攀缘似的，你们看猴子攀树，这攀一下再攀一下再攀一下，就不知攀到哪里去了。我们的思想我们从来没做过主，由这一个想跳到另外一个想，跳一个想，跳一个想。所以为什么《西游记》里头孙悟空他一个跟头可以折十万八千里，其实乃至十万八千里，我们心念一动可以绕地球一周，这地球一周不止十万八千里了，是不是？所以这个心很厉害，这一个心很难控制。所以唐玄奘只能够管制这个猴子，只能够用紧箍咒。但是这个心呢，你无论如何跳，所以他在如来的手掌心，孙悟空折了多少跟头，最后看了有五座山，于是他说，我这几个跟头折出来一定可以折出来如来的手掌。结果就在中间那山解了一个小便，再折回来。如来
跟他说，你闻闻这儿还有猴尿味呢。我们跳不出如来的手掌，这如来是什么？如来不是说真正佛的手掌我们跳不过去，你跳不过这一个整个的人生，你无论多有办法多能干，跳不过去，跳不过尊如本体这个佛性的这个圈圈。所以我们要制住的是制住这个心，这个心的话你自己要慎思要明辨。所以你有了正见以后，我们这是像这个孔子所说的，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你学了你自己不思的话啊，你就越来越走错路，你就迷信嘛，跟着人走了。你要思而不学则殆，你要说啊，这些人说的都没什么道理，我就好好用我的脑袋想吧，想着想着我就明白了，思而不学则殆，慢慢慢慢的你就变得越来越懒，越来越无能，反而限制住了。所以我们学了以后还要思，所以要正思，正思完了以后呢，于是我们知道这个东西不是说我们在那为佛修行为菩萨修行，不是在那报佛恩，事实上我们是为自己修行。这样的话知道这一些东西，你假设是不走正路的话，最后吃亏的是谁？是你。所以我们要正语说话，好比说十件大恶，贪嗔痴杀盗淫。贪嗔痴是心里头的，杀盗淫是身上做的，然后嘴上的话是四个，妄语、两舌、恶口、绮语。所以身三个罪，意心三个罪，这个嘴占了四个罪。我们这个嘴麻烦得很，只有一个嘴，眼睛有两个，鼻孔有两个，耳朵有两个，嘴只有一个，但是所有的病都从这儿进去，所有的祸从这儿出来，是不是？病从口入，祸从口出，都是一个口出的毛病。我们搬弄是非，看人家好我们嫉妒，说谎话，然后我们自己吹牛皮，我们自己在两舌中间，东说西不好，西搬东不好。所以我们常常说，真正人呢，来说是非者便是是非人。那么你知道了以后，除了妄语、两舌、恶口，我们这恶口人人都有。哎，好比说我们一看到一个不如意，哎呀，真该死该死，这就是恶口，这就是杀念。然后呢再有绮语，绮语呢就是什么呢？说黄笑话啊。这个现在不但男人爱说黄笑话，连女人也爱说黄笑话，坐在一起茶余酒后谈谈什么呢？谈谈男女之私的事情，这就是黄笑话。释迦牟尼曾经说，众生念念不离男女。我们自己反省反省，我们真是念念不离男女。所以说他说，众生皆以一念为生死根本。我们怎么来的？这个身体怎么来的？所以我们来就是父精母血交构而成，所以我们这习性跟我们的来历已经把我们捆得深深深的了。所以我们爱说荤笑话，骂人也是这件事情，对不对？你说哪一国家骂人都是骂这件事情。所以释迦牟尼远在弗洛伊德之前2500年，释迦牟尼已经提出性理论来了，早就提了。那么我们知道这个以后，我们能够管这个，至少我们嘴上不要说。所以四个嘴口业的话，里头就有一个其余的孽。然后呢我们正业，业就是行为，我们行为要正。天底下最聪明的人是最好的人，天底下最好的人也是最聪明的人。这些圣人呢，古圣先贤都聪明得不得了，因为他知道天底下的只有笨人认为自己最聪明，别人都笨。
真正的聪明人是把别人都认为比自己聪明，所以我既然是个笨人，我就老老实实做点笨事，因为他们都在看着我呢，每个人都看到我，每个人都知道我处心积虑做什么，我想做什么，所以我老老实实的做本分的事情。所以说这个无论是儒家的，无论是道家的，无论是佛家的，这些古圣先贤，他们真是聪明绝顶。因为我你可以骗人一次，但是你不可能骗人两次，天底下人都不比你笨。所以最好的是什么？做好人，你也做好人，大家做好人，大家和平共处，这就叫道德。大家都走这道，我们现在都朝右边走，你偏偏不朝右边走，你要朝从左边走的话，结果就撞车嘛，很简单，这就叫道。所以说正业就是包括一切行为在内，我自己一定的走正路，一切行为都是正当的。然后呢底下就正令啊，正令的玩意儿就多了啊。我们把身口意三业都已经清净了以后啊，我们要离去这个邪命。什么叫邪命呢？释迦牟尼说的，这是为出家人说的啊。这个比丘啊，他说你要做任何事情养命，我们都要养命，你要注意不可以违反法，做绝对不可以做不合法的事情。他举出怎么几件事情来呢？他说你要生活，你当然要维持这个命，但是你维持这个命要正正经经，用正派的方法。一个呢，你不可以乍现异象，做奇异的象。这怎么样呢？自己做出来好像我自己与众不同啊，我自己有神通，我自己弄得好像高高在上、神秘莫测的那样子啊，这真是可以说这样子做，释迦牟尼说绝对出家的人不可以做。第二个呢，就是自说功能，自夸我最能干，我最有学问，我自己最了不起，我最有道德，这都是自夸功能。你一上台一讲，说了半天都是在那自夸自赞，不可以的。你说靠这个来维持你的生命，不可以的。还有一个呢，就是看相算命，出家人不可以做这个事情，不可以给人说我给你看看手相吧，我给你算算命吧，这是犯大戒的，不可以的啊。然后呢，就是高声的大言吹牛皮，人家说话我抢着说，然后我一定要把我的声音提得最高，然后夸大其词来说。还有呢，就是说你拿这个东家长李家短告诉批评别人，永远在那说某人某人呢怎么样。我们以为我们说了某人某人的坏事，人有这么一个观念，我骂某人杀到淫，就表示我没有杀到淫，其实不是的，并不是啊。你别看他嘴里说的那么好，常常不是拿这个来求，这五样事情来求名闻利养都不可以，在佛家里的比丘这是犯大戒的。所以假设有哪位出家人给你们算算命啊，看看过去世啊，或者怎么样的，都不是正经的，都不属于正命。真正的正命呢，就是说我按照我可以能够凭气力凭一切东西能够有了所得维持我的生命，不用这五样事情啊，绝不用这五样事情，所以叫正命。然后呢，你这样的话还要正精进，我们都要精进，是要勤嘛，我们都要勤了，勤快了。但是这勤快这千万计的啊，你要用真的智慧，真的智慧，然后用它来修行。
用真的智慧修行的时候呢，这时候你自己知道什么叫做正的心境，不是苦行啊。我说哦，我正心境，我就拼命苦行，我这个吃也吃不饱，睡也不要睡好，用最艰苦的生活，这样的话我叫正心境吧？不是的。同时正心境也不是靠别人，不是靠佛靠菩萨，不靠任何人，真正经，而且绝不身外求法。我们怎么叫外道？外道也是道啊，外道者是身外求，心外求法，在心外你来求法。所以释迦牟尼说这些都不是正的真心真境，真的精进。这样子的话呢，我们然后我们这样子的话能够才能走入正定。真正的正定，真的走入这个到了这个时候呢，你能够把自己的精进的心，我们修行的时候就记得两样，你只有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东方圣人如此说，西方圣人也如此说。你要得到这个的话，要怎么样？不昏沉，不散乱。打坐就是两件事情，我们打坐就这两个毛病，我不乱想了，哎，我昏沉了。那么许多人以为昏沉入定了，没有，你这是大混沌。大昏沉的话很不好哎，我宁可我们散乱一点，因为大昏沉呢，我们还没有死呢，我们已经在修诸道。那个猪啊 pig 在那修他的道，你看那猪干什么？吃饱了浑吃闷睡，是不是这样的话？我们打坐这很可怕的，然后就在那儿能运动，你以为他在那儿入定了，没有哎，他在大昏沉中。真正的入定是怎么样呢？是既不散乱又不昏沉，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而心中无一念，这才真静精进，这叫真精进。那么你能够由真精进的话，然后再注意正念。念跟思有什么分别？这要看中国字了啊。思用心，上头是个田，念也是心，但是上头是个金。我们说念念在思，现在的心，就把现在这个散乱的心、昏沉的心把它抓住，念念不忘。思的话呢，上头是田呢，这个东西你要好好想啊，要耕耘呢。所以刚才说正思维，你真正的正思维，你要怎么样？你要常常的正常的思维。思维什么东西？思维那四神谛，知道我这个常常。然后当你把正思维正思习惯了，于是你的行为口身口意三样都做得很好了。这时候呢，你已经进步到快要入定的时候。你要入定怎么入定啊？念念在思，这叫正念。我们念佛，为什么叫念佛？念佛身口意三个东西都是在佛号上的，这才叫做真念佛。所以正念是念念不离出妄想，就是这么样，单独的一念守在这儿。于是你这样的话才可以啊，这个正定，进入正定。正定呢，就是说你这个真智进入了无漏的清净的禅定。可是不要求哎，不要一上座说我要入定，我要入定，该入定了啊！对不住，你永远定不了。所以我们常常啊，诸位在座的一定有人有修的功夫，我们常常在一个真是空无一念非常安静的时候，常常发现身上心里甚至于外境有点东西，是不是、啊、特别是生理上先出东西，哎呀高兴得不得了，哎我这回做的功夫真好，我身体这儿气也动，那儿也气也动了。于是你再一上座来呀、啊、他再也不来了。
为什么？因为你有妄念，你根本空没空掉，所以那个东西是你空的时候它来的。你现在是你让它来，你先想了这个东西，你只是拿这个东西代替了你其他的妄念，要记得这也是妄念呢，所以它不来了。所以我们常常说，你要入正定，要无寻无次，没有寻找，也没有四是等待，人字旁一个思字。你无寻无次呢，就是说我们去找，哎呀，那个人打入定了，他说他见到光了，我把眼睛闭上，我看看，睁眼看看，闭眼看看，全都见不着光，这叫寻。四呢是上回啊，这个当你这么空一念的时候，于是你碰上这个东西了，这回呢你还想碰上，这叫守株待兔。这个农夫啊耕田呢，一个兔子砰一下撞了树了，兔子死了，他说这个事儿真便宜啊，我就在这守着，也田也不耕了，就专门在那守着这棵树，等着兔子再来撞，这叫守株待兔。我们修行假设也做守株待兔，你永远也修不成啊。啊，所以真正要无寻无次，凡事有所求都定不了，一定要注意啊，有求就有为，有为就违反正定。所以释迦牟尼告诉他们了啊，苦集灭道，苦是集的结果，集是苦的因，灭是道的结果，道是灭的因，都是因果，因果。所以他没谈因果，但是因果都在里头了。这时候释迦牟尼，这是初转法轮呢，是说头一次释迦牟尼说法，那么又叫做三转法轮，因为释迦牟尼先是初转，一共三转，一个是世转啊，此是苦，此是集，此是灭，此是道。然后呢你这个苦啊，他这个第一个二个是劝转，劝转呢就是说你苦你当知，你这个集当断，灭当正，道当修，这是第二个是劝转，劝大家伙儿。然后第三个呢，他必须是过来人呢，他假设不是过来人，说的话没有人相信他，所以说我的苦啊，他就是正转苦。释迦牟尼告诉他们，我离开你们以后这些天，我已经这四个东西我已经都达到了啊，我苦已经知，我的集已经断，我的灭已经正，我的道已经修。所以头一个是世转，第二个是劝转，第三个是正转，告诉他我已经都正得了。于是呢这个这是释迦牟尼三转法轮，也是指四一替，这个初转法轮也是指在鹿野园的转啊。所以在维摩诘经里头，维摩诘说啊，三转法轮于大千，其轮本来常清净，这是描写释迦牟尼转法轮的时候，这一个法轮他转，他说是实际这一个法轮转三千大千世界，都是说的这一件事情。三千大千世界只要有人能够有这个听法，都听到这一个东西。那么这个东西呢，说实在呢，这个法轮呢本来就是清净的，我们本性本来就是清净的。那么这样子的话呢，五比丘听到了以后，五比丘都皈依了，正式做了和尚，就叫比丘。这时候呢，佛说我们的佛教的教团已经成立了，因为怎么样，有了佛悟道的人，我有了正法，已经转了法轮，然后你们五个人都出家了，佛法僧三宝都有了，对不对？所以说真正的佛教教团就在这成立了。在这五比丘里头呢，最常代表他们五个人说话的就是那个焦陈如。这个焦陈如啊，跟释迦牟尼有过一段前世，有过一段缘。在某一世啊，焦陈如是个国王，释迦牟尼呢是个修行者。有一天呢，这
这个国王啊，带着他的后院的宫院里头的嫔妃宫女去郊游，郊游的呢，大家吃吃喝喝了，完了以后，这国王就睡觉了。睡觉这宫女吧，年纪很轻了，就到处走走走，就走看到一个山洞里头，一个人在那修行。他就觉得你这么年轻，你怎么跑到山洞来住呢？于是这个修行的人就告诉他啊，人生怎么样，这个人生苦短，那么我们人生难得。就在说这些宫女都听得了，简直是欢喜的不得了，就都围着这个年轻的修行者就坐着听，就忘记了国王了。国王醒来一看，哎呀，怎么我的嫔妃宫女都哪儿去了？于是国王就找，一找一看，这些宫女围这个年轻人在洞里坐着。哦，这国王醋性大发，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就骂这个年轻修道的人，你调戏我的宫女。那么这个女孩子们都吓坏了，也不敢申辩。这个说没有，我在给他说道说法啊，你修什么？我在修法。你修法，那你不怕死了？好，你不怕死，我试试。他就拿刀砍他，把他胳膊砍下来，这个胳膊砍下来，两条腿砍下来，四肢都砍下来。国王说，你既然是修行人，你恨不恨？他说，我假设有一丝的恨意的话，我这四肢不会分重新恢复。说实话，四肢又复原。国王跪下来，国王说，求你度度我吧。这个修行者说，我还没修成呢，我没法度你，但是当我修成的话，我头一个就度你。这一个国王就是后来的焦陈儒，这一个修行的人就是后来的释迦牟尼，所以他们中间还有这么一段缘。所以我们呢，要相信了轮回以后啊，不可以豺狼无的。这辈子你种了好缘，下辈子是也是有好人缘。你这辈子弄错了的话，下辈子找你麻烦的人很多，因为你学佛头一个，你一定要相信轮回。有没有轮回啊？我想你们要来学佛，大概的，你们假设说这不合科学，我们前天在陶家还很多人在跟我辩，我说你们看看现在科学家说的嘛，几本书嘛，是不是太多了？从 Life After Life 这本书出来以后，后来什么是光的了，弄了，每年都出这些书，而这些书都是一些医生啦、教授啦研究这个东西的，就是说死后道是怎么样。这个 reincarnation 这个名字啊，他们以为是东方的迷信，我们自己也以为是我们的迷信，西方没有，其实不是的。西方当他们说到施洗约翰就是谁谁谁转胎，大家记得吧，圣经里头他们说不是，那个真正投胎的是这个走过来的人，指耶稣。但是当这个基督教真正开始的话，我们知道有这个希腊正教，那就是希腊在这个东罗马帝王啊，他的母亲跟他康斯坦丁大帝，他们母子们把圣经改了，他认为这个 reincarnation 在圣经里都不对，全删掉。所以他们认为 reincarnation 这个东西啊，就翻成中文就是轮回嘛，这个东西是东方的迷信的，基督教没有。其实在这个圣经里头，你还可以找出这痕迹来。他没有全身啊，就是说到施洗约翰的时候。那么释迦牟尼就在鹿野苑住下来了，一住就住了12年。他慢慢的呢，他就名声就远播了。这时候呢，就是在当地的一个长者子，所谓称为长者是怎么的，有钱有势力的人。这个长者子啊，就听到佛这一件事情了，这当然也有慧根了。这个人就叫耶舍啊，他就来见佛，他就跟佛说，我虽然年轻啊，我生长在富贵人家，但是啊，我对于这个色声香味触这种五欲啊，我已经不大发生兴趣，都尝过了。那么这五欲呢，也可以说是财色名食睡。我们最要紧的财我们都要，色男女的情，名望，吃饭睡觉，这五样东西我们都要嘛，是不是？五欲也可以说这个，也可以是一说这五欲呢，让我们耳朵眼睛鼻子嘴心啊都可以满足的。色声香味触
我们要有冷气，灯光要亮，声音要安静，是不是？这也是色声香味触。他说对这些东西我已经很厌离，所以呢请你给我来说脱离痛苦的法。于是释迦牟尼就告诉他，五蕴呢都是空的，色受想行识这五蕴使我们身跟心组成的这一个我都是空的。他说怎么样呢？色如墨，大家看那个海滩的上面那些墨子，这些墨子就是我们的，跟色身一样的。我们这个身体，可以说释迦牟尼早就描写我们这个身体是多少多少虫子组成的。释迦牟尼说那个虫子的护啊，跟医生研究医学所了解的人身上的细胞数目完全相同。他说这一个护啊，这一个色身呢，有生护有熟护。所谓生护呢，就是说还生生不已，你还得要换。于是释迦牟尼说每七年呢我们都换了，整个换了。现在的我不是七年前的我，这个我是指色身说，但是有一个地方不变的，这叫熟护，已经成熟了它不变的。这里面你说厉害不厉害？我们现在知道人脑袋里头的细胞只有死没有新生的，你要保持它的话只有两样一事情，我们说护疏不朽，流水不腐。你看那个门的那个轴啊，永远不会烂的，为什么？它常动，有流的水啊，这水不会臭的。所以这脑子要常用。所以我常常开玩笑，我说老年人呢最怕得老年痴呆症。假如说你们对于这些都不发生兴趣，我倒劝他们打打麻将，因为打麻将的话呢，你手不停的在那运动啊，同时你脑子想要做牌。那么这样的话呢，是跟孔子所说的小人群居为不善呢，还不如赌博的比较好。所以老人想要不得老年痴呆症，多用用脑筋，因为这个脑筋你不用啊，它就腐朽了。所以这一个脑袋里的细胞不会生灭的，这叫熟护。那么它死了一点就死了，死了的话你根本没法补偿，你连换脑袋都没法换，现在还没法换脑袋呢啊。所以知道这个了以后啊，所以说色如墨是聚在一起，我们把这一些分起合起来，我们说哦，地水火风，我们这身体里头80%几都是水分，我们可以的磷可以做一盒养火，这个钙可以做一点什么，把这些东西凑起来，凑起来大概都合起来大概值个1块2块钱，这些东西都变成东西以后没什么东西，这个身体实在不很不值钱呢、啊、这一些色怎么来的？我们就是说水吧，水轻而养一，是不是？你把氢再写上，于是你找出分子原子，最后现在大家发现到顶夸克，这是最了不起的新发现的顶夸克。还有哎，还没有哎，还没完呢，还可以再发现，发现到什么东西？现在连这些东西是只知道它存在，形象都看不到了。为什么？因为它在活动。释迦牟尼告诉说这一些东西，你身体上的在地水火风，这是色，跟外头山河大地同一个东西，你说它厉害不厉害？多厉害啊！所以他说，所以这是在华严经里说，身内真如还片外，不但你的心跟那样，你的物质跟它都完全一样。那么现在我们把这些东西都归总一起，都是那个小微尘，释迦牟尼给它起个名字叫做临虚尘。临是接房，虚是虚空，没有了，你就是 next to zero-ness 临虚尘。然后他问，这楞严经里头他问你用几个虚空组成一个尘，
我们都学过数学，我们多少零可以加加加到变成个一，可以吗？不可以，是吧？我们练过数学都知道，你加上一万个千万个零，你也不能变成个一。所以释迦牟尼说一切如幻，你不可能的，你不可能拿虚空加起来加千千万万多少亿，你也不能变成一个亿。所以释迦牟尼管这个叫临虚尘，说这个连这个尘呢，说实在都是幻化的，都没有，你从哪儿找它？那么所以佛家说的空不是断灭空，断灭空就是什么都没有的空，不是这样的。佛家所说的空是因缘和合而成的空，清二它的分子是多少，把它再减分到最后，跟那个氧一的分子再变成原子再变成氧，完全一样的东西，只是它的分量组合的不同而已。所以佛说因缘所生的法，我说即是空，这是空，因为没一个有自性的，找不出一个说我单独可以存在的，没有。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知道天底下这些我们认为了不起的我这个色身，就跟海里头聚的那些沫子似的。那么你的受像什么呢？就像海里的一个泡泡一样的。我们说哎呀这感受很好，你看看很那么多，我又觉得冷又觉得热，觉得喜欢觉得不喜欢，或者是不觉得喜欢也不觉得不喜欢。我们的受就三种嘛，是不是？一个是 喜欢的受，一个是不喜欢的受，还一个是不喜欢也没有喜欢也没有不喜欢的受，就这么三种受嘛。这个受像什么？跟水泡一样，你这水泡你这一动啊，水里起个泡，待一会儿怎么样，这泡就灭了，灭了归到哪儿去了？又归到水里去了。色受想像什么？像扬言。扬言是什么？大家都可以开车，有时候在马路上啊，大太阳时候你一看，哎呀前面下雨了，怎么那么湿啊，走过去没有。那么有许多这个路啊，它渴极了的时候，哦这一看前面，哦那么水汽那么多，它就追。所以说鹿常常追羊烟啊，但是追到那根本没有。所以你的想啊跟羊烟一样的，我们想，当我们想这个的时候跟着就想这个，那个想到哪里去了不知道。我们永远追逐这个东西，永远抓不着东西。行呢如芭蕉，你们有人种过芭蕉树吧？你把芭蕉一片一片的剥，剥到最后芭蕉没有主干，没有说像其他的树我有一个杆杆，没有。所以说形如芭蕉，你一片片剥下来了以后什么都没有。势如幻法，这个势啊就跟、哦、这个变戏法一样的，变戏法变得空中楼阁，变了很多东西，实实在在只是骗你的。所以这个势，我今天认为我们应该怎么样，当有君主的时候，我们说我们必定要尽忠啊，为君来尽忠，我们一定要怎么样怎么样。现在回头想想不对了，从前说是一个死了丈夫的人一定要守寡，不守寡的话，这简直好人好者好臣不失二主，好女不加二夫，非非有些甚至于守望门寡，就订了婚了，假设对方丈夫死了就不准，就不再结婚了，这叫望门寡。从前寡妇不守寡那不得了哎，现在假设说这一个人年纪轻轻就死，丈夫说你必须守寡，我们说这不成。这个事两三百年间变得多厉害，是不是？我们今天以为了不起的，也许过个一两百年不对了，我们认为的规矩风俗习惯不对了。但是有几件事情绝对不能够变的，人呐、啊、义呀、慈悲呀、勤俭呐，这些东西你放在任何时间任何地方从来不会变的。